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编。那这个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这次韩服他们新推出的一个活动，叫做富有能量的戒指。那它是一个玩这个硬币，就是娃娃硬币跟变身硬币的活动。那这个活动呢，其实小编觉得我玩的结果其实都是赚哦。那这个活动呢，最输的可能会是赌大的。那为什么我会跟大家讲我玩到目前为止都会赚？因为我昨天玩，今天玩。总共赚了大概有3000个这个这应该是娃娃的制作硬币哦，还是变身的哦，反正就多了3000个这个硬币。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东西它到底怎么玩哦。那它的玩法很简单，就是你用你的娃娃或者是变身币去制作这个戒指跟它的强化卷轴。你可以看到画面上有紫色跟红色哦，那我们现在先玩红色的给大家看哦。那这个戒指可以制作很多个，然后这个就等于是它的这个充装卷的哈。然后我们来强化给大家看哦。它待会我们在强化的时候呢，它会一定要它一样会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那每加一哦，它的这个变身币或者是娃娃币，好看你是兑换哪种？加一就是400，加二就是800，加三的话呢，就是再乘以2变1600，可以这样一直冲下去，冲下去。但是它的那个几率啊，就是。到后面的话可能会慢慢的降低，不过我们不确定。好，那充装的活动啊，这个可能这个几率之后再做一个测试看看，或者是有人可能会测试啊。那小编这边呢，就直接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稳稳的赚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做强化，现在总共有35个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充装的这个几率，过的几率，基本上充过的这个几率还算是蛮高的。现在还有32个，右下角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数量，原本是35，现在变32。哦，看起来都是过，这个声音听起来真的蛮漂亮的哦。那大家可以去算一下，因为。你制作一个戒指跟充装卷是20+200个这个硬币，那你爆掉一个的话就是损失200啊。不过因为它的这个通过的率啊，就是加一的话，其实几率还蛮高的。基本上我觉得，如果你照这个玩法的话，照小编这个玩法，我们到加一就停，就不要再充了。好，这样子的话损失会是最少的，然后赚的话慢慢赚，但是我觉得会赚很多，因为我自己就已经赚了3000个这个硬币。真的很好赚，好，但这个如果要玩的哦，真的赶快玩。我不知道这个几率会不会改啊。好，如果我这样一直冲下去的话，不知道是不是一下就出这个，就是去兑换那个变身或娃娃嘛。这个玩起来真的还蛮舒服的。24个，我们爆了，好，23，我们现在这次总共有23个，所以35个里面爆了12个，只爆了12个。那这样子看一下，换出来的硬币哦会是多少？好，那这个的话还是看运气哦，哦，一样是看运气。那当然，以充装来讲啊，这个它的设定算是很基本，很基本，就是很好过了。好，那我们这次可以换2300，不对，更正哈，23×4×200的话就是。4600个硬币，待会我们可以拿到4600个硬币哦。好，那这边会拿到23个箱子，那我们来把它开箱。来，左边这边打开来看，再把它拉到快速键，这样子比较好点。好，来，顺便把这个硬币把它拉出来好了，这样待会大家看的时候会比较好看一点。我刚才开的时候原本是多少？8000。将近8000，还是8000左右啊？好，好，我现在硬币已经9510多了，啊，9510多了。好，爆了12个嘛，爆了12个，我还可以拿到9510多，所以等于是多了1000多吧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一样是35个玩。那为什么是35个？这个没有特别的诀窍啦，因为我的身上只能放到35个，哈哈，所以我就用35个这样的玩。好，那我们刚才已经有制作了一张强化卷，所以我们现在只做34张就可以等同35张了哈。
这样的冲装数量其实你很好算哦，就是1:1就对了，反正我们每一个只过一嘛。爆了也会用一张，过了也是用一张。来继续冲装35个，看这一次的表现是怎么样。哦，这边的话爆的比较多个，我们来玩个倒吃甘蔗好了。好，这边连续在爆哦，好，没关系。50% 的几率应该是有 50% 的几率会过，基本上这样子其实还算是 OK 啊。来，继续冲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这几率还可以。28个，目前爆掉了7个，35剩28，哦，又爆一个。再来到25个，哦，这一次爆比较多个哦，但是没关系，就算爆了10个哦，我们一样还是不会赔，一样没有赔。22个，这一次爆比较多，21个，好，好过 ，OK， 好，那这一次的话，我们就换21个，这样子，要来换成箱子，我们看一下全部开起来是多少，这边应该是可以破万的啦。这边应该是稳稳破万了，算起来应该是。我们来开一下哦。现在身上的还有1839个，然后我们把这些全部把它开完。好，狂按狂按狂按，破万，好，破万了，没错。好，你看一下，我才这样子玩2轮而已哦，这个硬币就已经破万了，而且几乎没有亏到，也不是几乎没有亏，是完全没有亏到啊。这个几率就算它。失败一点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这个活动呢，小编觉得说，哎，真的很好去参加。然后唯一的心得就是不要赌大的。哦，虽然说他点下一次变成是2倍，可是你点下一次2倍的时候，你可能会直接损失掉上一次的这个结果。所以我觉得最保守、最保守的方式，你就是一个一个冲哈。如果你真的是要赌的话，也不要冲太高哦，可以慢慢来，就帮他慢慢来哦，因为上去的几率它越来越低，等于你的风险是越来越高的。好，那这个活动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。那如果你想要玩的话呢，赶快把你的这个硬币拿起来玩一下，你大概会知道一个结果啊。这个活动我觉得真的是蛮爽的哦。要说它是佛心嘛，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说是一个蛮佛心的活动。好，那祝大家可以直接合成到这个红变红娃啦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如果喜欢小编的影片记得订阅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